好的，那通过了今天一天的一个五百进八，包括接下来八强赛的一个激烈厮杀，最终将要迎来的就是属于今天部落冲突皇室战争上海锦标赛的最终的决赛了。那么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为止的一个晋级情况，最终将要站在决赛舞台的是航空 Nova 名称，对阵的对手就是魂者。哇，可以看到今天决赛的话，两位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而且今天在这个现场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将会送给最后的冠军，不但他有这个奖金池的一个加冕，还会有一个前往到洛杉矶参加 ClashCon 的一个非常好的大奖。我想看一下这个大奖的话，现场的玩家有想要的吗？哇，这个很遗憾，只能下次的比赛的时候拼尽自己的努力，争取来到这个舞台获得这份荣耀。好了，那么决赛的话马上就要打响，决赛的话将要来到的场地就是，欢迎来到传奇竞技场。好的，首先让我们请出的是决赛的参赛者，让我们欢迎的就是航空 Nova 明胜。欢迎明胜，来到我身边。同样他的对手也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有请的就是欢迎魂者。好的，可以看到两位现在都已经在我们的台上准备就绪了，那距离冠军呢现在只有一步之遥，而且冠军还将会前往洛杉矶参加的就是 ClashCon。 首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明胜，那么打到决赛了，目前为止感觉自己准备的怎么样，有什么话想跟现场致敬的玩家以及正在屏幕前收看本次直播的玩家们说呢？我已经准备好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会努力得冠的。好的，加油明胜。同样的话，魂者可以看到，哎，魂者每次采访的时候这个话语都比较精简，那么今天的话呢也将面对人气很高的这位选手，但是我觉得你自己状态怎么样？状态很好，随时接受挑战。好的，那么现场的玩家，我们再次用掌声给二位加一下油好吗？好的，来，比赛之前有请二位先握手示意一下。好的，请进入到对战区域。那么决赛的比赛马上就要打响了，让我们共同期待二位选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好戏。接下来画面交给解说席。Hello， 欢迎来到部落冲突皇室战争上海锦标赛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了，我是主持人米卡。我是亚巴。没错，那你看我现在举的是一个赞的表情啊，那也是非常恭喜到我们这两位非常优秀的选手从十万人当中脱颖而出。没错，为什么我举这个哭的呢？是因为便便刚才把我的经济抢走了，非常的不开心。被你的经济，那现场许多观众可要跟你围堵了。刚才好像看到经济太激动了，把这个都玩烂了，手也紧了。其实我们还是赶紧关注到我们两位决赛选手吧。这两位选手确实是通过重重考验一步一步打到现在，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我解说的很多比赛都是明胜每次都是打到决赛，他身边的这个对手永远是在变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怎么说呢，非常厉害的一个。对，那他们的比赛也是开始了，因为刚刚的话双方是一个独胖一个独食，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套路。然后这边也是明胜先使用了胖子嘛，先下来了以后上面是先用他先是用一个采集器在场上积累了一个他的一个费用的，对，费用积累吧。这样的还是因为明胜这边应该是没有刷出来采集器嘛，先是用胖子进攻一波。那确实现在其实应该比较明显，因为对方应该是在面对一个
经常玩独食的一个玩家的话，没错。那这样的话，其实刚才鸣胜是因为没有就那个出来那个采集器嘛，所以他先用进攻，然后用毒药去把他采集器消耗，这是非常不错的做法。而且这个皮卡也是砍到了一刀，那现在鸣胜处于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没错，我觉得话对方又是下了一个采集器啊，那他的一个大 boss 还是没有出现，对，应该不会单单只用场上出现过的卡牌进行一个进攻。嗯，从这个卡牌套路上看，还是一个毒食的一个组合嘛。对，一般来我们来说，就是毒胖子都是比毒食都克制比较强。希望也是鸣胜能顺利的取下这一局。还这个石头人下，好的，这边是从另外一路下不胖，也不跟你硬碰硬。没错，这样的话，这个石头后面它的一个冰的话，还是可以非常好的去积攒。对，而且注意到就魂胶这位选手每次都是用一个残血的皮卡，不仅解掉对方的单位以后，再用残血的皮卡进行输出，可以让小石头分裂了以后嘛，输出。但是这次他有那个胖子过来，还必须要皮卡去解，所以后面跟的是其他单位，但是这个毒药对他这个消耗实在有点强。这个皮卡爆了以后还能解掉这个石头人，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被爆死啊，应该不会爆死，还剩一点点的血量，那边这个皮卡就让他自己去啊自生自灭就好了。虽然皮卡有着一个非常远大的志向，但其实可以从血量上看出来，就虽然都是两矿开局嘛，但是这边一个毒胖的一个消耗稍稍就比毒石强。对，因为他过牌比毒石快。没错，同时的话，这边现在是双方开始一个正面交锋了。那这一波其实可以说是两个人最关键的一波，因为都是一个进攻态势嘛，看谁出那个先挡住。其实现在文哲这边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他是先打过来，只是这边鸣胜使用了加农炮。对，鸣胜有一个防守牌。对，加农炮这可以看出来胖子的这种破牌能力就出现了。对，也是可以看他之前也是有充分做一个准备。但是这个毒石还能，但是这火枪非常的漂亮，那个勾引皮卡过来还把皮卡解掉。对。那现在看看鸣胜其实，也是，现在有矿少了一矿了嘛，看看能不能。刚才也是扔了两个胖子，现在是没有胖子状态，现在需要赶紧把胖子刷出来。对，他也是没办法用皮卡去过牌。先皮卡成底，然后胖子还是可以继续在前面进行一个肉盾的防守。对，而且就注意的是皮卡是可以稍微推动一下胖子的，这样可以加速胖子移动。虽然力度有点，这个毒药交过去，胖子应该是能对这个塔造成一次的伤害吧。然后这边火枪还是以防守为主，下一个胖子很快他就会蓄得出来。同时的话，他这个石头也是可以被完美的化解掉。好，这个这些小兵的话，毒药用来防守没有办法了，这个是必须要防守的。但是他其实现在还有一定优势，他采集器看起来还是要继续积累，两个人互相消耗，还是鸣胜占据一定的优势，一点点的优势。好，两个人都前置大怪了，已经前置大怪，这样可以更好的跑的地方，因为是两矿在手嘛，可以很好的去后面补充兵力。这样的话，他们的一个进攻节奏可以快一点。对，这个公主就非常精髓了，这个公主的公主走位还是不错的。对，那就打了两下。好，第二个胖子出来，但是这个皮卡没有死呀。哎呦，这个皮卡没有死，这个胖子就可以算是只能说替自己白白送掉了。对，只能替自己去续续命。但是这边石头人一出，哎呦，是桥头非常霸气的一个石头人下法。看看鸣胜还是用加农炮勾引一下吧。而且这边的火枪是被皮卡吸引住了，那这样就公主就解得稍微慢点，还索性不错。他这个加农炮也是放得非常好，也是同时让他的一个石头人分路。没错，然后这边火枪，哎呦，还是被毒药毒了，很可惜。那希望胖子能走过去。那这边其实胖子走过去还是没有机会的，皮卡不行，来不及了。胖子能打两到三下吧，三下，再来一下，漂亮。那这样的话，再来一个毒药，明确把他带走了。皮卡吗？漂亮，哇。非常的精彩啊！啊，确实，明胜这个选手在预判的这种情况下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后面跟着这个皮卡非常及时，一刀把这个塔带走了。是的，那也是在这么多的一个比赛当中啊，可双方可能是在，其实在预选赛中双方应该都已经有过交手了。没错，其实他们两个应该会交很多次，而且刚才他们俩会互相看对方的一个套路嘛。但是没想到这个魂哲还是很有自信拿出来的毒石，确实他可能对自己毒石非常毕竟身经百战啊，身经千战。千战，那个确实没法，就在卡组这种克制方面，毒胖子是
有一定对独食的一个克制的，而且现在胖子强势在现在地狱塔，其实对这个小闪电一级或者冰冰姐重置攻击，对，所以说地狱塔对这些大怪的作用是越来越小了。对，那所以的话，现在一个高费的出现率也越来越高了，不再是像以前一个比较低费的一个快攻节奏。没错，但其实现在也是有人打快攻嘛，因为如果很好的能把对方的这个矿给磨掉，然后再通过其他单位去消耗，其实这种大怪流还是很难打的。好，那我们赶紧看看第二局的比赛。好，那小鹏的话应该还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想稳扎稳打的拿自己最熟悉的套路。但是这边魂哲的话以什么办法去应对这套毒石？其实我们这套毒石在前面的这个比赛里面，就是500人的大战里面，好，那这边也是拿毛坑去防。那其实毛坑为什么以前是用拿毛坑去防皮卡嘛，对吧？没错。然后现在用女巫去防，因为女巫也算是一个移动的毛坑，说的难听一点啊，就咱是英雄母亲。其实要说到这个，就这边的话，这一波也是非常好的化解掉了，同时他这个皮卡也是有机会啊，这个拉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有没有机会？他但是现在这个他另外的卡到吗？还是哇，漂亮！这一波赚的非常多的名声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但是这一个小苍蝇一下的小苍蝇非常非常关键，对，而且是个彩色我的天，哇，魂哲真是出人意料，换了一套新的进攻思路，漂亮！这个狗一出来。名声好像有一点点慌，因为他的加农炮已经没有了，他只能用火枪去防，但是他这套牌火枪其实作为一个很强的输出点，是解公主和那个其他这些补刀单位的作用的嘛，所以他现在把火枪用在这儿，这个毛坑也是放得非常不错，火枪还会死，然后这个塔基本上要被消耗很多血量，有没有掉？哎呦，再一下，哇，十一滴血，赶紧去救他一下。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孤军奋战去了，忘记跟大刘走在一起。那这个那两个孤军奋战的效果非常的不错，把后面的单位解掉以后过来消。这一个十一滴血的话，其实可以不用着急了。对，小电还是想给对方一个压力，先垫掉，这样他但是他还需要不停的过牌，把小电过出来，因为他很需要小电，是的，他那个用小电去打对方的皮卡，中断他的攻击和换攻击目标很关键的。好。幸好这边这个龙是不打这个矿的，但这次还好很多，因为他留了他的一个加农炮，但是你加农炮放在这儿，对方的苍蝇直接向加农炮脸上也很难打，而且这边剩下一个苍蝇，这边火枪还是被消耗很多血量，能保住这个火枪，这个闪电很关键，漂亮，火枪剩一点点血啊，还是被电死了。那没办法，这边胖子还继续进攻，后边他没太多的费用，但是这位皮卡加公主，而且公主这个可以非常好的解掉，对，而且这个公主的位置非常刁钻，是，而且这个毒药也是名声啊，哎呀，手滑了呀，名声，天哪，这一波的话基本上可以让那个魂哲消耗很多的血量啊，错，那这一波的话还是输在了一个出乎了自己的意料，确实他这一波魂哲打得非常漂亮，咱们观众也是雷鸣般的掌声，静静不息，确实能挑战名声的男人站到这里，确实非常非常厉害。那一比一的比分，那其实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加多的一个套路展现给我们吧。我们也看到现场很多观众为名声加油，确实是。对，也是，我觉得这一位对手也是及时跟明胜说不要用一套牌展示给大家，如果你是强手的话就用更多的卡组来应战，没错，那明胜作为一个强手是最开心的是什么，有另外一个很强很强的人站在他对面，对，跟他一起一争高下，这才是一个高手非常非常开心的时候，是的，因为你们在之前的比赛中展现了你们用毒石和胖和毒胖的一个高超的实力，但是明胜这位选手他为什么强，他的调整，你可能在 BO1 的情况下你能打掉名胜，但是在 BO5 的比赛里，我们看到其实下面有很多很多比赛嘛，名胜可能都是处在一个劣势状态，他通过卡牌的调整，用其他的一些厉害的卡牌来战胜对方，对，那其实现在也是两个人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看看名胜你如何应对这套毒狗流。好，名胜这边也是用了一只天狗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别的比赛里也是看到过名胜用相似那个被对方用这个套路打败以后，用相似套路去打败对方，这其实对对方的一个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压制。是的，那这边的话也是先不用管他的一个天狗，然后先做好自己一波防守。那这样的话，这个三确实三个这种迟钝哥布林迟钝骷髅嘛，
确实是皮卡最头疼的一个怪物。好，他一定要拿矿工跟上，没错，矿工系伤害这波塔就非常非常受伤，非常严重。虽然有毒药救场吧，好漂亮，这闪电也是交的，但是这样的话其实被消耗还是很高。你的小闪电，而且同时你的这个毒药的话，其实用来防守，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要用来毒药用来防守，他小闪是没有办法解掉的。而且对方是用矿工跟上去吸收伤害，这个狗的分类的小狗也伤害很高很高的，但他也是万不得已。哎，但是为什么明社选择另外一种进攻？那这边的话，魂哲又使用回了他的一套毒石的套路。对，确实他可能对自己这种毒石套路非常非常自信吧，也是可能确实两个都是一个大怪的套路，但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上地一个天上飞的一个地下跑的，但是地下爬的。这个狗为什么厉害？因为它就是比石头人低一倍。而且他在他一个死亡之后，他是有爆出很多只小，对，小的输出也是非常非常惊人，只要后面一跟上矿工啊或者其他小单位，其实消耗能力还是很强的。是的，你看得出来，你看基本一样，右塔把右塔消耗的跟左塔基本上一模一样的血量，这两个公主应该是进行一个互换的啊、这个、但是这边这公主走早了，哎呦，那就亏好多，但是没关系，还消耗到对方的塔了吗？好，那这边再来同时用公主锁定对方的一个公主目标。好的，那这边石头人去吸引公主的攻击嘛，然后后面连拆矿带拆塔的这个塔就被消耗很多血量。那这话其实如果他不去打这只天狗的话，哎呦，那这边那个苍蝇过来了，明胜这一波其实两个人就是互换，对，一旦这个互换没有成功，很有可能明胜就出现问题，但是这边还是很稳定吧，这个塔还是拆掉了。好的，明胜这边解得非常漂亮，用小苍蝇解掉了，我这边说时那时快，真是战场瞬息万变。哎呦，我太关注那个上面的，这是明胜作为一个防守见长的一个选手，真的是处理得非常漂亮。是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在刚刚那一波，他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非常理智的去应对。没错，那确实是这边的话，明胜也是不停的给对方压力，对方就没有办法去进攻到自己的这边半场，也是成功再下一城。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明胜用对方使用过的卡组战胜了对方，这其实对方心理上非常大的打击。就刚才其实怎么说呢，确实那个其实明胜以前就用过一个相似这个天狗的套路嘛、也是看到这位选手他，而且他不带采集器啊、没错，刚才没有采集器，他打的就是纯属靠一个转费上的优势再去下狗。是的，其实这是非常要需要你的一个操作能力、没错，就同时就对于一个卡牌的一个用低费去克掉对方那个高费，而且他对皮卡呀和这些小单位的这种运用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他解牌没有不会有任何的慌张，可能有时候该卖塔血，然后该去使用法术的时候也是毫不吝啬。对，也就是非常果断，因为像刚刚换作其他的选手，就算第一轮的闪电和毒药同时交的一个情况，那可能说有的人会还在犹豫的时候晚了。那确实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观众也是非常的多，而且有很多是带着自己的这个妹子，对吧？好，怎么的，想多了吧？这好，我们赶紧看看他们的第四场比赛。现在明胜现在握有赛点，只要他再胜一场就可以获得我们上海锦标赛的冠军。没错，这也是给魂哲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心理上的博弈。但现在魂哲应该是处在一种非常癫狂的状态，就是拼，一定要拼尽全力了，他肯定不会有任何的想法。对，现在话也是要排除杂念。哎呦，但是这个公主出事了，我刚说完，我的天，打的他好像还是个毒石的套，因为从这前脚吧，他也是不服输吧。对，他是想用自己最稳的一套卡组吧。其实我倒是觉得他这个石头人可以再下得慢一点嘛，下得慢一点，他石头人可以吸收到这个天狗的伤害，这样可以石头人去扛住伤害以后，把这个天狗给塔的。那个小狗的话，它会不会集中到你的一个塔？没错，这个塔的话，可能血量消耗不了这么多，这样一个裸的石头过去。那这样的话，石头也是被皮卡解决差不多，同时他的、这个、皮卡血量还很高。对，魂哲他的一个左塔的话，如果说这个那皮卡姐他没有小骷髅，因为小骷髅前面用掉了，这皮卡直接被砍了半滴血，半管血啊。他也是会在路上被塔射掉，只要被我刚才打了一下，基本上这个就没有了。那这边明胜也是不给魂哲任何喘息的机会，对，先换了一路，因为这一路的话也是不急，有毒药矿工。也是可以把它给解掉。好，这个小苍先解的公主，然后再解
这个天狗，但是天狗的话没有办法。哎，这个公主好像哦，还是好走了回来，确实还算效果还是不错。对，好，那这边的石头人可以下了。他如果没费用，哎呦，他基本上没有采集，采集被挖掉了，那太惨了。那这边的一样会被消耗掉很多。我的天，现在名胜已经离我们上海锦标赛的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了，而且左边塔血量已经很低很低，公主再来两剑，还或者一个毒药加一个小闪，左边的塔就基本上要被带走了。现在名胜要做的，要不就防守，要不给继续给对方压力。好，文哲这边也是孤注一掷，最后选择了石头人前置。但是这边话也是直接用他的一个皮卡，然后防守的话还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个皮卡好像稍微迷离还入，但是人生迷路很正常，没关系，只要再找对目标就好了。这个皮卡被炸死以后，也基本上，哎呦，文哲现在已经有点守不住了。现在只要过去矿工一挖，有没有机会毒药？好的，我们基本上还有十秒之内两个塔，哇哦，八七六五，这也是时间部长，我们咕噜虫的黄战士上海锦标赛的总冠军诞生了，就是名胜，恭喜我们的名胜，哇，非常的精彩，也是。冠军已经诞生了，让我们恭喜的就是名胜。再次把掌声送给他好吗？哇哦，非常棒，可以说。